好，这是检测第六盘，我们已经设定好 S3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正常操作一遍啊，送电启动啊，一吸下去 T1 计时嘛哈。好，吸下去 T2 计时。好，吸下去哈。好，现在我们 TV2 把它切断。好，我们发现 T1 却没有开始计时，照理来讲应该是这个 MC1 马上跳 off， 然后 T1 会马上计时，好，计时到才会换 MC2 off， 可问题现在 T1 都没有计时，所以这是错的。